中国报前几天报道，一些名牌包包、衣服、鞋子，甚至是沙发和电影院的椅子都发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生。由于行动管制令已有接近两个月，一些商场的皮革商品，比如说衣服、包包都发霉了。也有新闻报道，电影院的椅子也生霉。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商店没营业，没人打理，为了省电，所以就没有开冷气的必要。之所以会发霉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环境过于潮湿，霉菌是非常喜欢潮湿的环境，而冷气能冷却和除湿，不让霉菌成长。最天然的除湿法就是打开你的窗口，让太阳射进来，赶走屋内的湿气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点赞和分享出去。如果你不想错过更多有知识性的影片，请订阅，谢谢。